从这后来长大了，对不对？长胖了，长壮了，像南瓜一样，就叫瓜头。瓜头。可以画等号，同柱等于长大的瓜头。瓜头等于长大的同柱，都是承接上面的重量。所以要大家他不要讲究，还有左像鸭的符一样呀，给它包起来，一般要直到这里给它骑进去卡住就好他给它夸张一个延伸出来这个叫做梳花筒，手归闽南语叫做走路的走，走路的走，坐下来的坐手归瓜筒的瓜这是林安泰一个很讲究的梳瓜筒，是不是嗲鼻手的那个筒？是鼻筒的筒，嗲鼻手的手。哦，嗲鼻手的手。手龟。手龟。这是台湾最漂亮的梳花筒，而且呢，这个瓜身上面还有彩绘。有彩绘肉眼上看不出来，对不对？它是颜色掉了，已经变颜色了。这是女的，那边是男的，有没有？对，这是在你眼前是全台湾最漂亮、最古老的彩绘。哇！在花筒上面像施加彩绘。这是第一点，花筒上有施加彩绘，叫梳花筒。